贼热的吃，贼热的吃，给他擦几滴的，就是那味儿的酸劲儿。我给他唠嗑，那他就是那挺像哈，嗯，给他挺像，那挺像，他看着还没你约的哈。哎呀，挺像，光哭，大碗这三碗你一点哈。哎呀，卖的还挺多了还。没呀。哇。我觉得这个够吃了。我说那个效果也好，一年没往医院来了，这经常往这超超市里跑食堂来。哥们你好，跟没生了一样。知道哭了，不是你哭出来。你哭一会儿是在露钱了。然后喝点水立马不哭了。那就没事了啊。哎，行了，昨天肯定没有事儿。没命这一瓶啊。不是你烧了它，那个没有，它是个酒乳。你得喝你的了吧？你上了班喝不着。再喝大天了，再喝大天。哈哈哈！洗了是不是？臭流氓了，嘴里直疼。牙怪的。都电话了。这好喝，你给我进来。来三针，今儿来了三针来。这吐血电话是不？嗯。怎么？起来了不疼了？那来血的马上给起来。啊，是这家点完了。正开眼了。不认识你。这会儿不哭了，这会儿。一哭起来，整个楼道都响了。他知道睡得好。我哭也响了。他知道睡得好。他要睡一觉。人又好。你在外边，人家拍到俺的电影。哦，是啊。昨天夜里两点，一直到现在。我去买点饭，因为今天晚上是一场大战，第一天，小妮儿睡翻觉了，睡了一白天了快，今天晚上肯定要闹，赶紧买点饭，吃饱喝足，准备好今天晚上迎接咱的大战。馒头、米饭、汤，还有菜啥也有，愿意吃人多，愿意吃啥吃啥。再过去买点产妇纸。用完了，有产妇纸不？这买的米饭了都。这是为了吃馍吃饭。还得认谁嘞？看看。光今儿上午刮了有七八片的。我刚才问医生了，你现在忍着点，啥也不能吃了。很急到喝点水儿，把这吃你拿了吧。放着吧。嗯，像你真烦，你不能睡。这回没睡我，我黑。小亮，小亮，你们平在那儿去。哎呀，还委屈了你们我。就把你俩弟弟都好了。嗯。慢吃呗。慢点。